听说你们的菜单全部升级了，对吗？啊，对。哇，好的了。哇，鱼片很多很多。你可以反驳我们。那听说 Q House 的菜单全面升级了，今天我们就来到这边，一样样去试，然后再做出投票，看哪一样最满意。嗯，你怎么？因为很帅。我不是人啊。你自己站下去了。我给最美的位置你，来给招牌一个特写。前两天在 Square 之前是第一次来，来我们进去吃东西。多少位啊？三位。现在是午餐时间，你看满满的人，全部都是人。哇，这边冷气大，空间够，非常适合一家大小来这边用餐。哎呀。Hello。Hello， 你好。听说你们的菜单全部升级了，对吗？啊，对，我们的麻辣水煮肉片已经是升级了的喽。像之前我们没有放白萝卜和马铃薯，现在我们已经有加入进去了。这个升级厉害啊！这个给一个。好，然后还有这个我们的酸菜水煮鱼片，还有我们的猪肚鸡汤，煮法和食材都已经升级了，但是价钱保持一样不变。OK， 就每一样都来一份。总之是招牌的，还有甜品全部安排了。OK， 好的。对对对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那这个 Q 号这边的特色哦，就是他们有这个热热的一 set 的套餐，有一锅的肉、饭、汤，还有一些小菜，才19.99，其实是超级值得的。所谓的升级版是怎么样？来看一下它整个，确实是你加了几片马铃薯，然后还有白萝卜，哇，看得了，然后不是菜哦，都是肉，嗯，麻辣配马铃薯是非常入味。这是可以喝的，这个麻辣烫很浓，然后你可以吃到淡淡那个香菜味道，是这样的肉片，水煮肉片，它的麻辣就是确实是够味，还是带点小小的辣。我这个是印尼咖喱虾吧，你看，热腾腾送上，不，里面多汁虾，矮瓜、菜豆啊，嗯，感觉上它的咖喱哦，更加的入味，更加浓稠了，而且它的咖喱不会太辣，带一点甜的，咖喱配这个。有点卤肉在上面的饭，嗯，这样，虾蛮大只，嗯，虾很入味。来，再试下这个酸菜鱼汤 set 的，也是一样，它是升级版的。哇，鱼片很多很多，整大口。其实它是麻比较多，没有放那个花椒，全部大大块嫩嫩的，有骨头的。嗨，请问一下，你们这个鱼是什么鱼啊？这个我们之前是斗笠鱼来的，现在我们换了新的品种，是多曼鱼来。现在有点难以抉择哟。这个马铃薯跟这个马铃薯都一样多。所以从头到尾的那个参赛者只有这两个。不好意思，哎，我们有叫其他菜吗？请问。你帮忙。我这个也是叫做升级版的猪肚鸡汤，它给比以前更多猪肚了，哇，满满哦，鸡。它的猪肚汤呢，就有一点奶味，然后不会讲很香很重那个胡椒味很辣那种，大大块的。嗯，猪肚很有口感。哎，你好，这个是药材鸡。药材鸡哦，鸡这么大块。是的。对，这个是三瓣魔鬼鱼。哎，你们有魔鬼鱼咬啊？啊，对，之前我们是多利鱼来的，现在我们也是换了魔鬼鱼了。来，我来吃这个三瓣鱼。哦哟。同样可以吃到你很满足。Later， 美妮吃又吃饱了，甜品都到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投票了？我投票酸菜鱼的那锅，因为那锅它比较有诚意，我觉得它那个鱼哦，它直接换成多曼鱼，还要这么多的鱼，还有马铃薯，非常入味，而且它的酸菜鱼很香。我反而是投那个麻辣水煮肉片，真的是很多肉片。然后啊，它的那个麻辣就是我可以接受到的麻辣来的。那我觉得它有眼光，我们两样都是有马铃薯。你们呢？你们会投哪一样？你们来这边试一下就知道了。是啊，在下面口面呢，你可以反驳我们。那不要想这样多，先吃个甜品。哎呦，还可以分一个给我。对呀、啊，因为这个是我的。啊，这个我感觉看起来是非常养颜啊，因为它有一堆的这个桃胶。下面是他自己手做的豆腐花，然后还有一堆芒果。中间还有重点。中间就是冰淇淋哦。你试看给前摄影师看，他乱砍乱切。你把这个喝完它。好，这个也是完哈。对对对，来。哦，芒果雪山冰，谢谢谢谢。好，这就是我的了。美女，你给我这个是有目的哦，那个大碗很多。我做哪样东西是没有目的的？而且这个这么大份的东西哦，只要你生日消费超过80.99，你就有拿到免费这整碗。几个人来吃随便就够好的啦，你不要一直放那边可以吗？像你一个人吃这样。是我一个人吃吗？